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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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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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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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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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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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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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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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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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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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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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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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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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无阿弥陀佛，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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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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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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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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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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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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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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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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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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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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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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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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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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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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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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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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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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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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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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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有人说，师父啊，有没有那种啊又富贵啊又美满的？哎呀，各位啊，你这种呢就不用打妄想了，这种圆满的事情啊，就除了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以外呢，其他地方是找不到了。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浊恶世，是有缺点的，所以才叫娑婆世界嘛。娑婆世界啊，就是一个苦的世界。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跟你说给你算一个什么命，帮你看一下就没事的，那你这个就要小心了。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多数呢都是骗子来的，因为呢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我们这个世界啊，可以看到圆满的事情呢，大概只有童话故事里面呢才有了。但是各位，童话故事是怎么样的？上次我在飞机场哈，听到呢播放的一首歌叫做呢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是啊，童话真的是骗人啊。你看像这个一般的童话故事里面啊，常常看到的啊，里面就讲到说这个王子啊跟公主啊 kiss 一下，哇，事情呢就圆满大结局了。但是各位，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你这个就想得美啦。如果有一天啊，你的老公跟小三跑掉啊，你看看是不是亲一下就没事啦。有位佛友啊，就分享他的经历，他从小呢就看过很多的童话故事，很羡慕，以为呢这个就是最好的人生，就想以童话故事呢作为他生活的指导。他说他在童年的时候啊，就爱上隔壁呢一个呢叫做小翠的小女孩，甚至那个时候呢跟这位小翠啊已经定下呢终身约定，哇，我这一生啊非你莫娶，你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独一无二的。哇，你看现在的小孩子啊，就是看电视乱听歌听太多了，当然看到他们就笑啦，哎呀你真搞笑。但是这个孩子啊，当时啊心里很笃定的说，哎呀你们这些大人呢就是不懂我的心，我对小翠啊是真心的，你们都不知道。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小孩子人生过了十多年二十年，当初以为啊只有小翠的，结果过后呢遇到小花、小美、小丽啊，每一次都认为是真的，但是每一次呢好像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曾经在美国呢有一对呢明星结婚啊，在拉斯维加斯啊 Las Vegas 啊举办婚礼，由于是明星嘛，当然曝光率呢就很高啊。那记者就访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次结婚了呢？他们两夫妇呢当时很肯定的说，他们这一次啊是遇到真的对象了，感到对方呢是生命当中的伴侣，
他们当时啊就像是坚定不移啊对着所有记者讲的，结果没有想到才结婚啊第十天呢就离婚了。十天的结婚啊成为历史上啊结婚最短之一。记者事后呢就访问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说是真爱吗？就那明星说，当时呢一定是昏头了，这个是我人生当中啊最糟糕的日子。各位啊，从最爱啊变成最糟糕啊，诶，那这个讲什么话呢？所以这个世界啊是没有圆满的童话的，只有残缺的事实而已。但是各位，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业力无常的世界。佛告诉我们啊，人生是苦呢就是这样。有些人呢往往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的佛法呢就很消极。其实啊，当我们真正认识到人生是苦了以后啊，我们才会开始感到有一点点的快乐的。就好像说，现在我们知道啊，前面呢有一个呢火堆啊，它烧得很大，请问我们还会直接走过去吗？不会的啦，我们也选择呢从旁边啊绕过去，这样就不会被火呢烧到。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认识清楚啊人生是苦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才懂得避开，不会让这些苦呢缠上我们呢太多。像曾经呢有位妈妈呢到了寺院呢来找法师，因为这位妈妈感到很痛苦。什么痛苦呢？这位妈妈是说啊，她孩子呢这一次考试啊只考到70分，所以呢就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听到这里呢或许很难理解啊，因为一般人可能觉得说70分就已经很不错了，有必要到了痛苦那种地步吗？但是这位妈妈呢就是这样，因为本来以为说呢孩子应该考呢99分100分的，现在竟然只有70分，所以内心呢感到呢无比的痛苦，甚至呢到了无法睡觉无法吃饭的那种地步，就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啊只考70分的事情。旁边的人呢怎么劝他都没有用。那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妈妈，带着呢孩子呢来家里做客。刚才讲的那位考到70分的孩子啊，他就倒了一杯水啊给这位客人的阿姨喝啊，没有想到啊这位客人的阿姨啊竟然哭了起来。为什么？因为就说了他现在的孩子呢其实呢是弱智的，他把呢这位弱智的孩子呢养到这么大，但是这个孩子呢从来没有一次呢可以给他倒水喝，现在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啊能够这么健全呢，就是一时的感触流眼泪。但是怎么感触也好啊，都不如那位痛苦啊自己的孩子只考70分的妈妈呢感到更加的震撼。因为就想啦，我痛苦啊是因为呢我孩子没有办法考到100分，但是人家的妈妈呢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呢就行。这一下子啊，这位妈妈呢从考70分的痛苦走了出来了。所以说，如果痛苦啊是来自自己错误的观念啊，那当然快乐呢也可以来自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说呢一定要靠外面的东西的，是吧各位？你啊，你还要孩子考100分，难道每次都能够100分吗？我想呢，全世界的天才呢都还不一定啊每一次都能够做得到的。连爱因斯坦啊听说呢还曾经在大学的都不及格过啊。那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永远痛苦下去啦？还是呢直接接受当下呢自己的因缘呢更好？哎，可以换一个观念啊，你考70分啊至少比零分好嘛。哎，真的考零分也好，但是只要呢四肢健全呢就好啦。那万一呢是一个不健全的人生，但是想到说我们能够被阿弥陀佛能救度，可以脱离轮回啊到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世间的缘分呢不管怎么样呢其实都还好，反正呢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以后呢要到最美好的极乐世界了。如果说呢我们是这样子的观念呢来走我们这一生啊，不是会感到更安乐一些吗？像有时候呢我看到一些呢念佛的父母啊对孩子呢，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观念，他们认为说我的孩子呢平平凡凡呢都无所谓，只要他们有念佛啊，不要造成呢社会的负担呢就行了，甚至他们走出家路呢也接受，那这样子自己的人生路呢也会走得很轻松，甚至孩子呢也会跟父母呢都很亲，因为没有压力，性格呢会特别的阳光。如果说今天呢对孩子呢是过多的要求啊，要求的都是100分啊，名牌大学啊，薪水呢要100万啊，生几个乖孙子啊，这样啊孩子恐怕迟早被压力压垮的。他在外面已经很有压力了，回到家里也有压力，如果万一呢遇到不好的缘，很多的诱惑，那这个孩子呢肯定就倒掉了，什么吸毒啊赌博啊酗酒可能样样都来了，到时候怪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其实都是自己自找麻烦而已。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